慈济志工林秀媛和媳妇邀约一群婆婆妈妈来做娘惹开胃菜阿杂，来为慈济国际学校献力。就是阿杂是我家婆的拿手好菜，然后后来我就跟协力组长，我就报上去跟协力组长说，我们想来做阿杂，阿杂大概是百多盒。倒是为盖学校筹款，志工自动报名，还自备厨具。我们就是知道哈，大家都有在做好事嘛。这样我们住在附近，我们应该要来的。工具还是不够的，还是师姐他们带过来的。这样我带这个大个的可以捞菜。那比如我们的这一个窝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自备带过来的。还有我们这边砧板刀。阿杂要吃起来脆口，准备功夫非常讲究，过程繁琐，但为了教育，这群婆婆妈妈们甘之如饴。你拿来烫过水了，烫过那个出水了，扭干了，去晒一个太阳，它比较干水，干水你放在那个酱料里面，它吸了就会脆一点，比较好吃，没有这样水水了。那这个是真正的古早味啊，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，也要很多爱心，才能够做出这样美味的阿杂来。这次准备的分量超过200份，要如何保鲜也是一大考验。冰箱有些丢失的冰箱不够大，要个人拿一点回去放。大家都有这个心意。志工齐心为教育付出，为的是希望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圆满建成，汇集新兴学子。大爱新闻王正英、韦斐赫，马来西亚报道。